风林之上，按照飞霄独行，不闻死声响起。有情有心真有情，一心一念思佛明，何必波罗？帮你出手帮忙，帮谁？当然是咱亲爱的同志暗夜回乡，但出你欢迎，恐怕只要害着自己。鬼斧亭，用一块石机来搞。是的，这个曾经想要夺取三高本源的人。听我要割开你的金面目，不瞒你讲啊，不问良心面前，你一世人无义，今夜是刻青又要一点。哦，越来越老这种，不可出手，静观其变。高峰兄，杨木琴信人之气，用心一探。这种小场面你再可不用来，我听你之要求，每日混吃也不差。到时就莫嫌差。天皇中头遂出帝威严，言无不走，文则不肃，各地书官作响不中，趁机挑衅作杀，言无三吉响惊世之兆，天皇中头百人无，相公自知道，又将如何了结？关出关前的杨某琴，已经有办法超过杨某琴吗？有几结果？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本戏《霹雳兵侠之九门一破》第24章。某琴。